때 뭐 윤영태 막 진짜 저구 윤 우리의 层啊，嗯，这样子的话，米特只能是靠自己的蝎子优势来打。这样，就蝎子那一波那个 timing 非常的关键，打得好的话，一波就是把蝎子给端了；打不好的话，这个再往后打的话，人族这经济优势体现出来就没法打了。现在虫族乐高有点少，要吃不掉啊。嗯，关键还是蝎子。蝎子、啊、一直都没看到，就没看他放蝎巢，不知道他放哪儿了。好、哦，放了、嗯，这太慢了。那就没他命。黄花菜都凉了。这小 baby 已经可以开三气转型三机场爆颗气球来对付你的蝎子了。想怎么打怎么打，确实太慢了。这三本好了很久了，真的非常奇怪，为什么他三本之后不到蝎巢？细节不知道在干什么，可能想法就不是要到蝎子的一个想法吧。那到底怎么个打法？对，这四块也不敢放了。对，这细节上小操作处理都非常好，但哦，这边送狗，但是大局观还是不行啊。是啊，那这种小枪确实操作肯定是杠杠的。再轮到大局观可能就差一点，没有说毕竟没有那个积累啊、虽然说之前气势上是打出来了、没有这个说怂人家是个牌儿。感觉有点茫然啊，是这人族怎么还不推进呢？哎呦，然后、发现了，各位发现这边，看第一视角，马上 APM 就顿时提高了，哎呀，好紧张啊！点一下这个矿，看看踩了多少啊？那矿道挺精彩的，踩了这么长时间，居然都没见水晶变样，反正稳赚不亏啊！捅菊花了，这边菊花没有防守啊，也是小分队来捅啊，这叫小狗要送，白送的事情，还送自杀，真是白给啊！正面战场上面，我们看到人族的这个部队是压在了顶住了虫族，这边是基地打不打掉无所谓，已经赚了很多，现在虫族被迫把主力调了回来防守。这个主力还未必打得过，这三个女人很给力。这大家都是一攻打一攻。幸亏这小狗，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啊！这，天哪！这三个女人太猛了。女人的力量是伟大的。是啊。尹飞，哎呦，这波尹飞终于起到效果了。这是尹飞有史以来赚的最大的一波。已经三个可以求了，坦克阵，坦克在平 A。哇，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你太爷们了。哎呦，终于有雾了，等了一辈子的一口雾啊！好、哦，这雾喷歪了，老师赶紧起来埋一个去。哎呀，这边又是大战精兵，你不打还好，一打，哎，小孔埋下了，对呀、啊，这太搞笑了吧？哎呀，起到了一个地雷的效果。这好、小弟弟有些操作不过来了啊，不过无所谓，现在他是四矿打人家的。三矿啊，相当于三矿吧，他右边那矿差不多是五矿，但是哦，小 baby 啊，右边那矿不是隐飞过去守住了，没农民啊，关键是、农民刚才死的比较多，那个没农民，对，那些主矿也采光了，这样的话看来经济状况也一般，不过外面的矿倒是都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我们看虫族这个三矿这个右边那个主矿的路口是朝上开的，小 baby 随时走过去。可以去端掉啊，你就去端掉啊，已经掉了。悲剧。上面的一攻是完成了，所以现在杀狗要秒蝎。哇！这里红血喷出来，蝎子居然还活着，这蝎子是不是预防了这么硬？预防果然已经好了。好，秒一个雷克，这片矿又要掉了。有没有蝎子？没有蝎子。好，也是勉强防住了。贝贝双剑打消耗。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他这么打的话，还是尽可能的有机会去空投一下。哇，这几个女人都干了。还在不停的补。双方就是这个三线的攻防战，最右边、最左边和中间。那虫族感觉有点耗不起了，现在。是啊，这个毕竟自己的经济状况运作的太差了。他整个阵线都被压住了，现在。不过如果他能够把血肉利用好的话，还是有机会，可以在消耗战当中占到一些便宜。你被数量多了也是可以枪打口水的。终于空投来了。这边空投下来，这边矿也没气，你说还挺认真的在这边，可能觉得这个矿是一个要塞要防守。这小强终于是被卑鄙的一个三线，应该是四线。这四线交战，打的是有点受不了了。本来是三线交战的时候勉强还能应付，四线的突然多了一线，顿时就有点一泻千里了呀。谢谢 baby 挽救了我，能不能让我成为预测帝啊？
打到这种程度感觉冲突已经没什么机会，这生存空间被压缩的太小了，两个房子你空投，这是还没货，这是来侦查的，这啊好了，还是最后、哦、有货真有货，投了这八一包里有货，这小太阳这细节好，能够再次的苟延残喘一会儿，乐克再往前埋，太大意义了，哎呦不敢埋，哎不敢去，怂了。他现在完全没机会骚扰，虫子只是被迫防守，那真的是没有什么前途了。然后人族主力部队绕了一半，从右边来打击虫子三矿。哎，你在左边防守，右边就落入空当了。哎、哦、呦 ，baby 对地图的理解是相当到位啊。嗯。进攻防守的这个把握都特别的好，看最左的翼、最右翼都是被 baby 给卡住了，然后自己在中间慢慢推进。baby 细节很不错，哪边一环接一环，哪边被你防了，我就换一边继续的进攻。对。那都防住了，我就空投。哎，搞得虫子欲仙欲死。蝎子出来之后是。仍然在每一线都非常的吃亏，我看出、小 baby 还是骚扰能力非常的强，其实正面打不进去，换一面继续来，直接可以求这故意给你洗澡，继续空投，空中客车呀，可赶上这波了，坐飞机来的，那些这些将士们啊，走路来的，那走在前面还一会儿进一会儿退，然后不断的送死，我们这个是吧？过来白，坐飞机来白打酱油。啊，这个狗吃都掉了，哎，这些狗都铲不掉，太惨了。哎、啊，还有这么多农民，想打什么打什么。啊，进击的比较多，进击。啊，作为一个新人，也是前面已经展现出了非常不错的实力。是是是。感觉是后期的应对还是确实经验不足啊。其实这个他那个开翻矿以后打法有点看不懂，不过也不需要看懂了，已经是积极斯米达了。我们再等一下，下一场的比赛地图也是刚刚的菊花斗士，再看看小强能有什么建树。궁금하고그걸보고나서일단은한번평가를하겠습니다네1경기는한도현선수에게실망스러운면도있긴있지만진짜전태학이폭스팀이다예정말여우같다여우같다